佛号不间断，不管功夫前身没有关系，只要佛号不间断，最后一生是阿弥陀佛走的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这个法门叫易行难信的法门呢，很容易修啊，很难相信。一般人认为这个太容易了，怕的不可靠，不敢相信他，这就没办法了。夏天去老居士第一次看到无量寿经，生大欢喜，手舞足蹈，那欢喜无法形容，三四天呢。为什么？他自己知道生生世世没有遇到这个法门，自己还在六道里头搞轮回。哎呀，这次遇到这个法门可了不得了，我这一生得救了，决定成佛了，所以发大欢喜，是这么个道理。